第一年的时候，某一场开场舞，我跳完下来的时候，小可爱在我的肚子。我记得是去找，对，找，我就跟他找。好啊，你找，你找。2016年，我记得。好啊，你找，你找。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就刚开季的时候，是两节的。对，然后下场的时候，我一开始其实跳完舞走到场边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是我的团员跟我说：“哎呀，你看一下你的肚子这样。”哎，真的，一条就是白色小带圈在我的腰间。有因为在那边垫啊，然后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拍写真的时候，有一些内衣的卡可能就会缝那个衬垫在里面，然后就是曾经有那种缝过不同大小，自己看的时候没发现，然后拍起来发现，怎么长得超级不一样？大小买，那你好像也不太需要衬。有一些衣服还是要啊。那次爸爸有看到你的写真吗？爸爸有看过了，两个礼拜前出的那个电子写真，就是我们一年前出的那个日本版。那他没有觉得太大吗？我们也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依旧避而不谈。前一阵子我妈妈一直叫我寄那个抱枕回去，我就说好吧，爸爸在家这样走过去，看到一个我穿着那个泳装或是穿着那个内衣那么性感的一个大抱枕在那里，所以我就一直阻挡他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愿景或计划？你说主持吗？因为我现在的主持都是有很棒的前辈在带领我。今年的愿景是希望有机会，就是也希望自己有能力可以自己主持一场小小的活动。来办营业中。哦，营业中那个你说剪头发的，剪头发的我觉得很适合找我去，毕竟我当过发廊小妹，就我当过柜台啊，有没有帮我转达一下？我也可以去体验一下洗头小妹的感觉。韩国的新成员加入许多会，觉得他舞蹈还很厉害。虽然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去乐天看球赛，但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去现场看一下他的风采。希望他可以介绍我一些韩国的美食。同一个月只会来一次，一个月只哦是哦，那我可能需要先买票，感觉应该很难抢。我很想跟着球队去总统府啊，要不要？对对，要不要分享一下？让我自己觉得最啦啦队最骄傲的时刻是当小英总统提到小英总居然知道炸裂什么歌，跟世界名曲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天哪，太荣幸了吧！谢谢，谢谢你们，谢谢。